这个向外冲击加上 Q 技能的拉扯，但是努力在中路是被换的有点多，被胡文禁锢绑住之后被超过一打，但是后面尔贝斯闪现出来凛冬狂怒，还有一个普攻甩出了永恒冻土一兵，加上的是一下普攻成功的拿下了 First Blood， 不要去靠这个威士者，靠着白刀去刮塔皮，但现在终于想要开一波上来甩了凛冬狂怒，但是被角阶冰柱卡了一下，尔贝斯先交出了闪现冰河猎器往前一敲，加上的是深渊铁矛勾回来的是黑皮袋子，最后有努力甩下了他的反魔法适应性冲击，而且尔贝斯也是在中路靠过来，但是被甩出来是直接冰河龙牢命中到了光的 Hug， 再加上最后电法两段式的 CC， 努力再一次在中路拿到了。哇！现在是直接从后面走了出来，水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是到了潜航冲击。那现在是圈九，第四发还没射出去，人头就先被 Abyss 给 K 走。这边是野捕已经开始动起来，是哦，华丽谢幕想要开始流，冰河龙牢虽然是空了，但两发打在光和身上，第三发打到 Tens， 第四发空掉了，但 Happy Tens 敲出了冰河裂隙，然后是留住了 Abyss， 杀到由 Tens 拿下。上路其实刚刚也是把线给带进来了，再不回去的话，这波线可能要亏掉了。那现在 Ground Hug 在残血塔下吃到了冰河龙牢，甩了凛冬狂怒 ，Abyss 再度拿下了 Ground Hug 的人头，塔上帝来对线。不过这边在下路二塔再甩出来冰河龙牢冰柱，最后电法绑住，再甩出反魔法硬石冲击，努力。那现在在布刀的是整个红区的视野，但现在在争夺这个中野应该是要出事了，但现在先手打残了 Tens 先回头吸了一个深度霸体之后，再交了一个角阶冰柱，后面劝酒开启了华丽谢幕，但是 Stitch 挡在最前面，交了开山劈路，但是右边一发刁钻的角度击杀掉了 Tens， 致命伏笔绑住了水，带走了人头。那现在剑魔劈了进来，准备是要剑魔灭世了，但这个救护车成功的带走了 Happy Tens 以及 Ground。跟我在选角的时候讲一样，就是万能他们在选角上面的一个完整性。来看努力又杀出来了，努力后面带走了 Stitch， 交了惊人，还没有倒。那现在 Happy Days 也是没了，再用链回去扛了一下高地塔，努力差一点就要把自己给完没了。这边在野区抓到，在吃狼的，哇，这是剑魔直接把大东给劈死了，而且后面又甩了一个冰河龙牢出来 ，Happy Days 也走不掉，显然是劈上了高地，完全不给人家一点面子。Tens 能不能再走？被吉吉松是顶了一下，只有劝酒一发 ban， 避免对面拿到这样子的上中。那现在要再尝。尝试了闪现，用符文禁锢硬绑住了努力，但是努力有惊人，后面 Abyss 来了，光光也下了一个 TP， 水炼法炼回去，练到了水，大腿倒了。那么现在后面要开始的是万能雄狮队不停的收割，拼死一搏。还有的是恩图夫强袭打回了光光，太危险了吧！又吸了回来，最后潜航重击，作为的是这一波团战的落幕。